那你你觉得你去了大陆以后再回来，你是去了一年？哦，对。去了一年回来了以后，你觉得对你有什么改变吗？我自己啊，看台湾的看法不一样了吧？就是在那边的时候，他们就会问很多问题，但这些问题是身为台湾的，身为台湾人，就是从来都没有想过的，就没有深思，就是去很仔细的想过的。比如说什么政治啊，什么环境啊，就台湾到底怎么样啊？就是可能在台湾就觉得哦，台湾就是这样，那没有去好好的去考虑过这样的问题。但就是他们问过后，那再回来台湾之后，就发觉哦，对啊，就是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去着手进行改善，这样。对。那你回来多久了？3个月吧。回来三个月。嗯。那你有开始做任何的这方面的实践吗？就会去看一些历史书了，就是他们历史书。哦，他们就是说，他们就会谈到，就台湾是中国的。就是跟就从历史上角度来说，那我就会去翻一些历史书来去看一下，然后或是一些政治啊什么的，就会去好好的去看一下。对，还有什么环境啊，什么经济问题啊，就稍微去注意一下啦，就以前从来没有做的这些事情，对，就确实会被影响到这样。对。那你觉得这个除了看书以外，还有其他的改变？其他哦，行为上有吧，就也变得比较积极了啦。对，然后也认识很多朋友，那人际关系也变得比较好。对，就是从留学这样回来，就懂得怎么应对进退这样。对。所以你觉得这趟的一年的留学对你有很大的帮助？哦，是。那你有碰到他们那边到台湾来游学过，然后回去的学生吗？有，但是有，他们就会说台湾真的很好，对，有他们那边所没有的，比如说人情味啊，然后真的很方便，除了还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好好玩的地方，就他们其实玩的都比我们深啊，譬如说。他们会就会跑到外岛去玩了，但是那些外岛，比如兰屿啊，对啊，很多人都没去过，对啊，他们都喜欢往那些比较乡下的地方去跑啊，对，那些地方是台湾人就是没有去过的，对，就是自己在台湾自己都不知道。是普遍的现象吗？就在台湾留学的学生，他们跑去外岛，是普遍的现象吗？他们都会就是蛮多比例，彼此在聊啦，就是说哪里台湾比较值得去啊，就是太观光的地方也不要去了，他们就对他们来说了，对，就是之前日月潭吧，他们就说去了很失望，其实没什么，对啊，就跟以前他们会知道那地方是因为课本上有提过，那后来真的去的时候就蛮失望的，就没什么，就真的只是河，那就像相比起来，其实。大陆真的风景是台湾不能够比的啦，对，但台湾也有台湾的美，就是这样子。OK。对。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？没有。OK。好，非常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。